他们被迷路了，我们刚刚是从哪里下来的？我们会继续赢下去的。小帅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实力，挑衅了！哇哇哇哇！热情的高雄人，三秒钟完成任务，这样香蕉可以，真的抱歉。今天不加，今天不加，不加加啥呀？不加，今天不加。是小班，没错，我们现在呢位在我们的美丽岛。听说今天这边有2020夏令高阶动漫界活动，今天有 cosplay 大赛耶，超热闹的，好多人哦。我们今天心血来潮，然后带了这个活动，那我们带了我们的俱乐部的一些朋友，还有我们现场的一些 cos 朋友来共乐一个小游戏。没错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参赛者有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金田玩家俱乐部的小笨猪。好，下一位是我们的小三。大家好，我是金田俱乐部的小三。接着我们下一位是我们的院长。大家好，我是院长。还有我们的小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庆。呆呆。大家好，我是呆呆。好，最后是我们的蓝黄。大家好，我是蓝黄。那我们进入我们的金田动漫作战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燕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吧。好，接下来由我来说明一下游戏的流程。首先我们分为两组队伍，每组队伍呢会有三名队员进行对抗赛的游戏。游戏过程当中所有的任务都必须团队合作去完成，所以等一下请慎选你们的队友。游戏开始，我们会请主持人随机抽出一张任务卡，接着由双方派出挑战任务的代表，较快完成任务的一方则越接近胜利。一共有三项任务必须去完成，最后以加总时间较少的一方获胜。以上就是整个游戏的进行方式。那今天胜出的那一队呢，会获得金田博二家中二振兴券。不切，没错。如果不知道金田博二家的朋友，它是一家位在高雄非常道地的日式动漫百货，在这边5000元你可以买到非常多的宝物哦。那输的人呢，会有可怕的惩罚等着你们哦。那有请我们的队长来选他们的队员吧，猜拳决胜负。不好，那请我们的猪猪先来选一下队员吧。蓝黄。蓝黄。好，那小三呢？我们的院长。院长。小庆。小庆。OK， 那最后呆呆就是归你啦。好，那我们要正式的进入我们的游戏喽。第一个任务会是什么呢？请我们小熊店长抽一下吧。好的，那我们抽到的任务是，请寻找身上有白发的 coser， 跟他合照。我觉得这个任务还算是，我觉得很简单，简单啊。只是重点是有没有白发的 coser， 那是重点。所以谁要开始？队长先。你们谁要先？这边要队长先吗？队长先。这边呢？这边队长。
好，由他们两个队长呢带头出动来找 Coser。记得哦，这个是读秒的哦，所以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达成你们的任务，一定要达成哦，不然处罚等着你们的是很惭愧的哦。各位，你们要注意，还是有处罚游戏哦。干巴丁 ，Are you ready? Go！ 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Ready? Go!怎么了？太重了，哪里？可以吗？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，好快哦！要不要跟白宝大看一下？要找什么？找白色头发的 coser 跟他合照。白色头发哦，好。啊，好像有找到了。好。Hello。Hi， 金。好。OK， 谢谢。好。来，快快快快。3分08秒，3分08秒，小猪队先到了，你们完蛋了！永昌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我们刚刚是从哪里下来的？我都忘了。啊，这个，这边，好好，应该还可以吧？我们走得蛮快的吧？那我们应该是第一名吧？好像是。他们好像还在找哎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第一个，想太多，3分52秒，赶快归队，可以没关系啊，期待越小，失望越小。期待一下啦，对，我们会帮你赢回来，希望。结果小三好天真哦，他误以为他是第一个，笑容从耳朵到耳朵这样子一直跑下来，然后迎接我吧，结果。他是后面那一个，好，那我们这边有什么话要讲？有什么话要讲？ Yeah. 是不是很庆幸你们在这一队？真的感谢我们的队长。预料中的，预料中的事情。那我们接着抽下一个任务喽，因为不到最后不知道胜者会是谁，请任务卡上场。哒啦！好，那我们下一个任务就是。请找到一位 coser 愿意与我们的奥特曼超人合照。看起来也是一个不会很难的任务。好的，那接下来这一段要由谁来做出赛呢？小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小庆跟院长来出任务喽。打起来了吗？好的。奥特小熊店长来耶，有什么感想？来，这个归你了。是他要出吗？是，加油。是的，我希望成功。毕竟第一轮你们的已经出了，你要补回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来下一个是谁？你要小庆，这个归你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有什么感想？我们会继续赢下去的。是好。好，那我们接着下一轮开始。我们的院长下来了，啊，要找我。下一位，好，来，我们 from
来，你要多写一点啊。不要看我下楼梯的英姿，不行啊，楼梯上不可以奔跑。是的，对，错误示范不要学。哎、欸，他们还不在哎、欸，他们还没回来，还没回来，还没等到。Number one， 耶！哦，来等我来。哇哇哇哇，来了来了！看一下，耶！耶！用了多少时间？1分38秒。1分38秒。耶、yeah ！太好了，是我们家院长。猪猪队。没有，我看不到他们的车头灯。哦、OK， 只有让人家看车尾灯的份。OK， 太厉害了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有一点打平的感觉咯。是的。好，准备下一轮咯。那我们的最后一轮，这边猪猪队由我们的懒黄出场，小三队由我们的呆呆出场。别忘了，你们两个是由扭转那个局势的一个大任务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抽卡牌吧。没错，希望抽到一个可以让他们表现的又简单的又可以赢的。好的，请跟一位 coser 借用身上的道具来做拍照，还蛮简单的啦，道具 OK 啦。而且我们这两位可爱的 coser， 他们也是 coser，coser 互相之间多少都会借一下嘛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来访问一下，这边有什么话想要讲的吗？挑衅了，哇哇哇哇哇！尾巴被抓住了，哇哇哇！看起来他们已经杠上了，这个不赢不行了，这是终局之战。对，那我们就 ready go。我觉得我现在用走的，用爬的，不是，
完全没有问题，因为我虽然觉得有点不安，奇怪，我好像没有看到他。等我一下，天哪！因为刚好前面有人，其实突然有点想要稍微努力一下，但好有点喘，哇，很快耶！没想到一下去就马上完成任务了，我也是没有想到说会这么顺利。刚刚都是白紧张了，知道吗？脑细胞都白死了。在家里看，我没有跑下来。动作真快！谢谢，还是你这队的吗？2分58秒啊！哇哦！可以说又再绕了一圈，但是就只有那根香蕉。天哪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好好好好好！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呜！我觉得4分18秒。多少？多少？4分18秒。4分18秒。刚刚那一队是2分，不知道多少，现在是4分18秒，是用一倍的时间哦。看起来胜负已揭晓、啊。看起来胜负已胜。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的？来，最后一个，本来大家都托付给你，把大家的希望托付给你，结果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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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果就对不起社会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ending 总分数，我们的总分数来。小三队长有什么想要跟你的猪队友说的？队友，我也是猪队长，所以对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猪队友，猪队长啊。好，那结论出来了。好，猪猪队的总秒数是8分57秒。还蛮不错的哦，这个号码。接下来小三队的总秒数是10分25秒。哦，我们胜负已定，你们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讲的？对啦。那你们有什么想要讲的呢？麦克风。欲哭无泪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想要讲的？没有。那你呢？就这样，就这样子。最后一个没什么话想要讲的，因为他是最晚到的一个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是玩真的，所以处罚游戏也是来真的。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处罚游戏咯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这到底是不是内定的啊？我觉得没有啊，没有内定哦，好不好？应该是内定，应该是内定。那就只能怪你们跟错队长了。那有请我们的裁判过来，处罚游戏我要来抽咯，你们最好是有烧好香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处罚游戏是团队一起同手同脚过马路，并喊着金田伏尔加。好哦，好，这个还好，我觉得还蛮简单的，可以接受对吧？可是我们还有道具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哦。好的，那我们是不是要练习一下？我们要列阵了，列阵，来来来，排成一排。我妈呀！是不是要一起？Yes。我们还有我们小小的道具要他们带着呢。好，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没有，我就是专程。噔噔噔噔噔。
只有两个，所以中间那个太好了，跳过了，好难过我觉得，这个很平手，因为毕竟这一队是靠院长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只有院长。对对对对对。院长比较愤怒呢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的，那我们同手同脚，右脚先。站在左右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往后退，再一次，再往后，往后，往后。退到底，退到底哦，小心。一起来啦。好，那右脚的时候经典，左脚的时候博尔加，好不好？五六七八，经典博尔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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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专业，好厉害哦！哎呀，好有 feel 哦！专业，一起来啦！你这个动作了又。等一下，我要更改一下，因为今天的天气的问题，今天天气下雨，我们本来是说要在马路上面，那我们现在可能会换到比较多人一点点的会场，让他们表现。哇，好开心哦！这一队对他们好好哦，敌对对手就是这个样子，太棒了！好的，那我们来试吧。可以接受吗？这个人数？好多哦，还比刚才还要少，不行，很不行。走走走，来，出发游戏开始 5, 6, 7, 8, go。今天不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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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假，今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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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天佛家，今天佛家，今天佛家，今天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哇，好啦，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。耶，他真的很勇敢。我都没喊，我都没喊。我喊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游戏到这边。还有，我们等一下要给我们英德那方一个奖励。好 ，Let's go， 好啦，来给的我我我我我，来给的我我我我我，在那里。今天振兴券，你们真的可以去到我们的门市购物，换
们喜欢的东西。虽然你们今天输了，可是没关系，还是有一个安慰奖，对不对？很开心今天来到我们2020夏恋高阶动漫季的活动。不管你是对我们的游戏有兴趣，还是门市、直播、俱乐部，跟我们来就对啦！今天动漫赞不赞？赞赞！今天波家等你来挑战哦！欢迎你们，我不会输哦，我会封印你们的。正义果然胜了，下次一定要踩爆你们！快来金钱不二胶 USA 好，我们好像忘了录一个 ending， 记得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要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。